好，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小朋友啊，小朋友来仰求我看一下，囡仔也起来看一下，无啦，有看到啊，妹。在那旁坐安的咖啡，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店玫瑰，每次对错谁告白气球，我却要被解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引到浪漫的原味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我要先把气球送给这个弟弟，好，这个弟弟实在太热情了，从头挥手挥到尾哦。都是小朋友，这两个上嗨，这两个。在那盘左岸的咖啡，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店玫瑰，每次都错谁？告白气球，我却要对接。微笑在天上飞，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引走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甜蜜的很细腻，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今天现场的小朋友在哪里啊？这两个小朋友我先送了，来，想要我把 Happy Girl 的告白气球的双手举起来。一整瓶的梦境，全都有你交换在一起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你。欢迎我们的 Happy Girl，学的演唱会，先期待了。我们今天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，等一下即将来迎接我们的百万嘉宾刘哥来到现场了，所以呢，现场的朋友们的双手举起来。我会在心里，我要准备一个小朋友的 size， 小朋友，这个大人穿不下，小朋友才可以穿。小朋友穿。转身离去，爱不可能有一个人惊喜。还没拿到气球的小朋友。
走进我生命，却又转身离去。换你了，换你了。有一个人惊喜，我接受你的决定。一起唱。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，也相信你有美好的生活。我会在心里默默。最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画 uncle， 这个好不好？你是咪规领衫掺裤掺内裤，当咪咯？你等下，你会不会开车？不会啊，你明天去那个驾训班学，下礼拜就可以来住在我们家了。可以哦，还没十八、十六有吗？十七可以啦，现在十六就可以雇用了，对不对？十六，对对对对对，十七。那你就先学起来，明年就可以开了。对啊，爸爸妈妈没看到，爸爸妈妈没听到。好了，这一次被拐走。嘿，这一次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哈 Q 哥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哇，来来来，感谢我们的哈 Q 哥，接下来要迎接哇重量级的嘉宾来到现场。